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今年我最期待的电影模式。我先说结论，我很失望。Yo, what's up, 大家？今天是2021年的9月24号，也就是 iPhone 13的首发日。然后我现在在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苹果店。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Susan。Hello, hello！ 今天我来取我的手机了，非常激动。现在我今年又找到了朋友来借他的手机来开箱。So, I'm gonna do this today. Oh my god！ 我已经看到那个队了。终于到苹果店里面了，但是到店里面还得要继续排队。OK， 好，大家，我现在手上是iPhone 13 Pro Max Sierra Blue， 非常感谢 Susan， 她超级激动，但是呢，她还是把这机会给了我，让我来给大家开箱。So let's do it。首先呢 ，iPhone 今年它没有了这个膜，所以它只要撕，又把这个塑料膜给环保掉了。当当，哎，有分量哦，很挺沉哦。其实，在室内看它有一点点偏灰的感觉，它并没有那么的蓝。一年一度的satisfying 时刻，里面呢一个数据线，一个就是那个 SIM 卡的那个针，一如既往的环保。OK， 还是跟去年一样，我先让苏晨用个几天，然后我再来测试他的相机。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一样。去年我是在一个很村的学校里，但是今年呢，我们会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里面呢来做这个测试。特别我想要测试那个 cinematic mode， 就是那个电影模式，看看今年 iPhone 13 Pro Max 是不是真的能开始取代我的相机了。OK， 我们过几天见 ，peace。One week later。OK， 现在给大家讲讲我的测试结果。还是从外观开始 ，iPhone 13 Pro Max 手机大小和 iPhone 12 Pro Max 一样，但 iPhone 13 Pro Max 有一个更短的刘海。所以 iPhone 13 Pro Max 是苹果史上屏幕最大的 iPhone， 背面相机部分延续了 iPhone 11 Pro Max 开始的三个摄像头，但把三代 iPhone 摆在一起，可以明显的看出三枚镜头逐年都在变大变厚。明年的 iPhone 14 Pro Max 会不会继续这个趋势呢？今年我对 iPhone 13 Pro Max 的测试都完全集中在摄像摄影方面，在白天拍摄出来的照片视频都非常好看，特别是 HDR 模式下亮度范围被保留得非常完整，该亮的亮，该暗的暗。因为今年长焦变成了三倍的等同于77毫米的镜头，拍摄视频的时候最大可以放大到9倍，虽然后面是依靠数码变焦放大的，但整体画面还算 OK， 应付日常是绰绰有余的。夜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我使用了 iPhone 12 Pro Max 和 iPhone 13 Pro Max 来做比较。照片部分，两者拍出来几乎都没有差别，我这里选几张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来讲。首先是这张一倍镜头拍的路灯，12拍出来的路灯有严重的炫光感，可以明显看到几条射线。13在这个方面处理的就比较好，光线发散的很均匀，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今年 iPhone 通过增大传感器的进光量来抵消夜景模式所需的时间，这个总体体验还是有显著改善的。这张是我着急过马路的时候拍的，可以看到13的画面更加清晰。12因为需要曝光3秒，所以这辆自行车已经糊了。所以在夜间如果想要快速的掏出手机来拍张照，12的翻车的概率就高得多。0.5 倍镜头拍的乍一看两者表现都差不多，但只要一放大就可以看出12拍的噪点多，没有13拍的清晰。长焦镜头在夜间差距就更大了，13的画质更清晰以外，还保证了亮度范围的准确。天空该是黑色的就保留了黑色，夜间拍摄视频的时候两者的差距也没有很多。12和13都还有很严重的鬼影问题，在光线极低的情况下13勉强胜出一点，整体会比12拍的亮一点，能看到更多的暗部细节。
背光拍人的时候，十三也可以拍得出更多脸上的细节。但我得在这说一句，今年12到13的升级并没有去年11到12的升级那么大。如果 iPhone 11能拿40分， iPhone 12能拿70分的话， iPhone 13就差不多75分。为了这一点，升级 iPhone 13可能就有些牵强。不得不说 iPhone 12 Pro Max 的夜间拍摄的时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好，我们来看看微距模式。苹果说这枚广角镜头能拍2厘米左右的微距物体了。于是我在路边测试拍了一小簇花，整体效果还是很惊艳的。第一次把手机靠物体那么近还拍得到清晰的纹路，就好像在拿放大镜一样，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全新的世界。玩起来还是非常过瘾的。我同时用相机来凑近这个物体拍，但是我的镜头并不支持微距，所以呢没办法对焦，我只好退后然后重新再拍。关于今年的摄影风格，我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这是什么，这和滤镜有什么差别吗？直到我上手体验了以后，我才发现滤镜是进行全局的调整，而摄影风格是在拍摄的那一瞬间 iPhone 根据不同的物体进行不一致的调整。比如这张照片，左边我套用了暖色滤镜，而右边我用了摄影风格中的亮暖色，并且把色调调到80。可以看出，虽然在两次的楼房上我都得到了我想要的暖色复古风，但左边这张的天空就过度失真了，右边在处理天空和处理楼房采用了不同的数值，效果就令我非常满意。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就是这个摄影风格打开和关闭都需要手动完成，如果不关闭它的话，之后拍的所有照片都会有这个效果。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今年我最期待的电影模式。我先说结论，我很失望。我刚看完苹果发布会，我还兴冲冲地发了条朋友圈，写道今年苹果真的是杀疯了， iPhone 上可以直接给视频打关键帧了，你敢信？iPhone 的镜头其实几乎不可能通过光学的原理来达到这种景深的效果，它只能通过算法来进行抠图，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期才能进行调整。手机肯定是把所有的细节全部记录了下来，只是算法可以如我所愿改变模糊的地方罢了，但这效果也太差强人意了吧。这个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像模式运用在视频里，我的眼镜、头发这些边缘细节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呈现，甚至有些时候本应该全是模糊的地方中间竟然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轮廓。哦对了，真正的电影模式不应该是24帧吗？苹果给1080 30 frame per second 的意义是就纯粹留给明年继续挤牙膏呗。回到最初一开始开箱的时候的问题，今年的 iPhone 13 Pro Max 可以取代我的相机吗？我的答案是依然不行。在电影模式，苹果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或许苹果本来的目的就并不是要把每个地方都做到最好。就比如人像模式，这好几代了也没有能把我的眼镜和头发拍清楚。再比如说鬼影这个问题，这也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了，这还是那么严重。 OK 我并没有在帮苹果找台阶下，这个真的把它解决了好不好，真的很烦。苹果并没有在每条路上做到最好，他们可能心里也明白，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和相机匹敌。于是苹果只是不断在打开其他新的大门，比如之前的超广角和这一代的微距模式，通过这样给予创作者们更多的新思维、新的视角和新的创作空间。真正能记录美好瞬间、传递我想讲的故事的时候，并不需要什么高级的设备，只要在我需要的时候能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来就好了。这可能是这台 iPhone 唯一胜过相机的一点。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 Susan 借我他的手机做开箱和测试。Alright, that's a wrap.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Oh, 对了，谢谢欧文借我他的 iPhone 12 Pro Max 给我做对比。不谢不谢，以后咱们继续好不好？ OK, bye.